你在背后吓人啊，死变态！死变态！你替我保密就行了，别的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不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最好避开监控摄像。我当然知道了。跟我走吧，我可以帮你避开所有的监控区。啊，真的吗？你还有这种技能？嘿嘿，没些特技怎么在菲斯市混呢？